萧炎晋升斗宗第二战究竟有多危险？天火尊者竟然险些被策反。萧炎晋级斗宗后第一战便是在风雷阁总部，当时他为了营救好友林燕而不得不暴露身份，随即遭到了风雷北阁主废天的全力追杀。就在命悬一线之际，风尊者及时出手相助，成功化解了这场危机，真可谓是有惊无险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萧炎晋升斗宗后的第二战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险。天火尊者竟在敌人的诱惑下险些背叛了萧炎，如果他真的叛变了，萧炎和小一仙就无法逃脱了。这是为何呢？原来小一仙在中州被通缉了，正在被冰河谷追杀，生死不明。要说是冰河谷势力的确庞大，可称得上是中州数一数二的大宗派，光是出动抓捕小一仙的高手就有冰原、冰符等四名斗宗巅峰强者，此外还有数十名冰河谷精锐弟子，数十人将洛神剑包围。小一仙此前一战本就有伤在身，此时在二位长老的攻击下吐血不止，眼看就要身陨。关键时刻，萧炎挺身赶到，第一斗宗的实力暴露无遗，只选一人阻挡住二人的攻击。天妖魁金光一闪，坚硬的身躯朝着冰符二人撞去，区区一星斗宗，也敢在我冰河谷面前放肆。说话间，另外两名斗宗长老齐齐出手，锋利的冰轮在二人手上高速旋转，一闪便跨越了空间，朝着一旁毫无反抗之力的小一仙滚去。小一仙凭借最后一口力气，堪堪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。萧炎只身迎战四名斗宗，虽说他自身保命毫无压力，但一旁的小一仙却成为他的软肋。为了救小一仙，自身也身中数掌，寒气入体，让体内斗气运转慢了下来。猖狂的小子，看你现在还有何依仗？傀儡是没有了，但还有个特殊的灵魂体。萧炎临危不乱，轻轻一摸手上的戒指，一道虚幻的灵魂体便挡在了其身前。此时陷入生死绝境，不得不让天火尊者出手。哎，你这小子又把我这老骨头拉出来当打兽。天火尊者一出现就展现出强大的威势，直接起一脚踏出，无尽的灵魂风暴便从中间席卷开来。冰符等人脸色大变，居然还有一名八星斗宗的帮手，一掌轻轻抚出，看似软绵无力，冰河谷四名长老却丝毫不敢小觑，体外迅速凝聚出一具寒冰盔甲，整体散发湛蓝的光芒，防御力惊人。可当那一掌触及着盔甲的一瞬间，坚固的铠甲便裂缝蔓延，只用得数息时间便爆裂开来，成为一片碎片。萧炎获得助力，士气大增，不断穿梭在冰河谷众人之间，肆意屠杀着实力低微的弟子。此时一旁的冰鹤突然灵机一动，对着天火尊者说道，这位前辈，我冰河谷极其擅长炼制躯体，只要你为我们做一件事便可得到。天火尊者闻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缓缓问道，做什么事？可以商量。此时距离萧炎答应为其炼制躯体已经过去了数年，数年时间里，天火尊者无数次附体萧炎，帮其消灭众多实力高强的敌手，然而这炼制躯体一事却是一直拖延至今而没有进展。此时能够更快地恢复肉身，对于他而言也是极大的诱惑。帮我冰河谷抓住恶难毒女，我们定会给你一具满意的躯体。冰鹤见天火尊者沉吟，隐约有心动之意，急忙继续说道。一旁的萧炎大急，此时自己和小一仙已然陷入死局，如果天火尊者临阵倒戈，自己将再无助力，自己和小一仙也将难逃一死。冰河谷一心想得到恶难毒体，恐怕会留他一命，而自己破坏对方好事，下场定然凄惨无比。形势突转之间，只见天火尊者迟疑片刻，突然毫无征兆地向前挥出一掌，目标赫然便是刚才出言策反对方的冰符。小家伙，以后这种人不要给他说话的机会，否则迟早会生变故。听完这句话，萧炎才彻底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自己晋级斗宗的第二战就发生这样的变故，看来为天火尊者炼制躯体一事再拖延不得了。眼见天火尊者毅然出手，冰河谷众人只能含恨退去。随后萧炎和小一仙在洛神剑疗伤期间意外发现了天毒蝎龙兽，可以用来制作毒丹，同时他们也找到了为天火尊者炼制身体的精血阴阳命魂丹，已然炼好，现在所有需要的东西都齐了，萧炎终于可以履行承诺，开始为天火尊者炼制新身体。彻底恢复实力的天火尊者感到非常欣慰，他从未想过背叛萧炎，因为萧炎不仅意志坚强，天赋出众，还有其恪守承诺的人格，之前虽然有一丝隔阂，但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了。天火尊者对萧炎充满了感激。